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新闻动态。台湾极光打击乐团身心障碍团体慈善演奏会将于9月13日和15日在洛杉矶演出。演出主办方日前举行发布会，介绍相关情况。极光打击乐团是由朱宗庆打击乐团二团团长何鸿琪创办并亲自指导，结视障、听障、肢障、智障及自开障等跨障别的打击乐团。极光指的是寒冷漆黑的极地不时出现的大自然现象，它代表着绚烂的色彩，可以让人充满希望之意。团员们均非音乐科班出身，面对乐器合奏时灵活度与敏获度受到严峻考验。何鸿琪投注更大的耐心与爱心，时时刻刻不忘激励团员。历经长时间严格而密集的训练，使团员们用意志力跨越身体的缺陷，透过打击乐演奏的震撼力与穿透力，传递心灵深处的执着，将无穷的音乐潜力彻底地绽放出来，重新体验乐之美。身心障碍者开启音乐圆梦之路，一曲曲充满力量的演奏令人感动与激赏。生命的触动，极光打击乐团身心障碍团体蕊善演奏会将于9月13日、9月15日两天分别在 Pasadena City College 和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举行。美国城市卫视晚间新闻洛杉矶采访报道。